温馨的夜晚，大人和小孩手提灯笼，阖家漫步在月光下。我们的环保站呢，从去年十二月开始启用了，过后呢，这个是第一场在环保站办的活动。感恩看到很多志工哦都回来，而且带着家属一起来跟我们聚在一起，那个是很感动的一件事。有智慧的人能知福，四个字。除了提灯笼，环保站现场也挂满了灯谜。有准备一些金丝蚁的谜语的猜灯谜了，因为两年多的那个疫情呢，大家都停顿下来，借这个中秋晚会啊，把它大家邀约出来，大家努力寻找答案，希望能把这一份有钱也买不到的环保灯笼带回家。你做了多少环保灯笼呢？20个，我把我的那可爱系列建出来。当着礼物，这些东西都能够拿来做成一些手工，拿来做灯笼，它也是个很实用的东西，可以种种花这些。环保灯笼不止应节，也呼吁人人在过节的时候，不忘为保护地球资源尽一份力。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马来西亚奔珍报道。